阿姨，你的血压高下了，血糖也下了，黑粉浆、啊。没有吃药了。哇，喝太喝死水多久？很久哦。OK， 吃到很久。吃到满意嘛？高兴嘛？ Okay， 很高兴。去年的华人新年之前买给他的。哇、啊。他说我已经有了，不要了。我说你喝看这个不一样的，然后他讲真的不一样啊，胃酸倒流不用吃药也可以，只是喝水就可以了。以前妈妈喝的什么牌子？哦，那个啊，喝滋功能水。OK， 现在喝的是太喝滋，讲啊，太喝滋，太喝滋功能水，很好，满意嘛 ？OK 啊，蜜蜂叮到也没有痛啊，真的啊，蜜蜂叮到我的手，两个叮到我的手哦。吃药用什么来查呢？去找药的。看到那个水，两下子没有痛了。是哈、哦，太好哈、哦，是喽是喽，我也是用得很满意。谢谢你， okay。 祝你健康百岁。谢谢你。每一次有这样的情形，我就OK。你的眼睛感觉什么？没有事啊，好像有毛，有那个眉毛啊。眉毛好像。吃着我的眼睛痒痒不舒服，就是啊。那你喷。喷了 ，OK。喷什么水？太好吃。哇，现在 OK 了啦。OK。血压又下，血糖又下，眼睛又好。哇，还有胃酸。胃酸倒流哈，吃了胃酸倒流很辛苦的。好了啦，这样继续再喝哦。刚才又是胃酸倒流，我跟他讲拿药吃，没有吃药啊，喝两口水没有了。